诸位朋友，辛丑这一年就要过去了，壬寅新年将到，明天就是西元2022年的元旦。年年过新年，年过年年新，新年年年过，过年新年年。年年都在过新年吗？每一年都要革故鼎新，去旧换新，一年一年过了，新年又来了。新年过了，年过年年新，新年一过，就又来了一年了。这一年一年的来，是故故已去，新新复来，这里有着生命的转化、创造、发展。新年年年过，是新年，新年革故鼎新，当下是新，当下已去矣，心又复来，心已成就，心又再来。所以新年年年过，日夜迁徙，如抽竹入水，亦非潜流，生生不息呀。新年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，过年新年年，过了年就是新年，这新年有一整年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它，让它日新又新，生生不息，在创造中转化，在转化中发展，向上一击，往前一步，希望打开新局，迈向世界的和平。辛丑去矣，壬寅将生，同道时有吉祥安康。深深祝祷，感恩。